哎，听到无？我跟你讲啊，都朋友啊，好想知道你来讲吼。恁唔知点解恁知啊？我给你哪个、啊？就是那个蟑螂治疗师哎，听秘书人家有料。他是日阳嘛？你在东北怎么混的呀？一句话没说上我，我还没能说呢。你还没说，人家就撂了。被周深的多才多艺惊到了，周深居然一口气炫了三种方言。在开始推理吧中，周深为了完成任务询问 NPC 说着各种方言，周深气得不行，被逼到直接模仿起洋教和对方 battle， 还有闽南语、粤语和东北话，可谓是我听不懂，但我说的比你好，有梗有清醒，是我们的宝藏男孩周可可，没错了。大概也就只会五六种语。只会五六种语，你哪种的料？对啊，你哪的料？我是贵州。你贵，我也贵州的。啊，你贵州哪的？你贵州的。哪个西北啊？来，哎呀，工作。妥妥的语言小天才，还有周深不会的语言吗？一直模仿，一直超越，请周深多多展示自己的才能，给大家长长见识。一个都没说的，来得及吗？你还没说，人家就撂了。撂了。哥，李 L。哥，李 L。你要么读拼音，要么读，要么读音。我们的口号是啊，百分百入住率，百分百满意度，百分百安全感，百分百整洁度。一个都没做的，一个都没做的。现在苦学闽南语，我现在苦学来得及个老六，在东北怎么混的呀，哥？你怎么一句话没说到我还没能说呢。你还没说，人家就撂了，都撂了。啊嗯、这么慈眉善目，他们，你哪儿可爱？哪儿可爱？感觉周深参加综艺或者日常，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调皮可爱，但是又很懂事，很暖心。在舞台上立刻就像变了一个人，饱含深情又充满了力量，每首歌曲都能让人声声入耳，深陷其中。真正的实力加偶像派歌手，成长长树，中太阳，中太阳，啦啦啦啦，中太阳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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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太阳。哦，啦，是卖报的小行家。哦。哦，周深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，从不摆烂，做任何事情都用心又认真又很拼，对人很真诚，纯粹就是那种有一颗美好的心，有一颗包容世界的心，也就是人好，很暖，贴心又懂事，聪明机灵，双商高，有一个有趣的灵魂，又强又美好。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当中，歌手周深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他将演唱影片当中的所有歌曲。无论对于周深本人还是影片来说，都是一个大胆的尝试。曾经演唱过很多电影的主题歌，比如《大鱼海棠》《悬崖之上》和《弑神令》等等。但是这一次，他首次解锁了电影演员身份，在戏里呢客串出演一位大明星。周深也说啊，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深入地参与一部电影作品的创作。周深温柔而富有故事感的声音，的确与爱情片适配度满分。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，已经定档于8月4号七夕档上映。希望影片的内容也能给我们带来惊喜。慢慢的，这个没有任何背景、没有任何资金，甚至没有任何资源人脉的百灵鸟，成为现如今光环之下的闪闪发光的明星。与一众大神合作，并获得几乎一致的高度好评，更几乎成为各大平台的常驻嘉宾，如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央视、各地卫视、主要自媒体平台等等，更是成为众多重大事件的御用歌手。在周深还未走红时，就已经多次登上央视舞台，此后更是被央视独宠，连续在秋晚、跨年、春晚、宵晚等各种晚会上与大神合作或独唱，更曾在晚间新闻《朝闻天下》里播出，在各大浏览器置顶推送，在央视新闻、人民日报等500多个各大蓝 V 官号推送，而在小破站的央视频已经发了10几个周深的个人视频，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待遇了。周深的舞台更是被日本大使馆转发过，被乌克兰太阳报、乌克兰电视台新闻报道播放过，国内各大地方卫视和自媒体平台就更不用多说了。随着周深在各大平台舞台和节目的增多，他更展现了自己超强的破圈能力，以至于现在声乐圈、流行圈、二次元圈都觉得他是自己人，
一大堆二次元圈大神和游戏圈的竟然也都喜欢他，而他的音乐风格就和他的朋友圈一样五花八门。套用一句俗话，周深的优秀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做不到。Скажеш повної, коли бачиш мене, що ти сонце, то є я.